有没有人说过你唱歌不好听的？有，没有，不是第一个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旁边有人的情况下唱，没人的时候唱歌是一种发泄。你觉得呢？或者说在我旁边你别唱了，好吧？如果你再唱的话，你这个领带可能就给你系上去了。这段删了啊！怎么拍着好像我在欺负小孩儿？其实事情原本不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以后我能不能在门外唱歌？你唱歌很好听啊！没有人说过你唱歌很美妙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呢？